各位观众朋友您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鼓节目。那么在上一集里呢，师父告诉我们说，要禅修第一步呢，就要放松你的身心，第二个呢，就要开始体验呼吸。师父说，呼吸不仅是我们最大的享受，同时呢，练好了呼吸法呢，我们可以身体健康，心情平静。那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要如何来练这个呼吸法呢？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。师父您好。大家好。是，师父，这个呼吸哦，好像是非常简单非常自然的一件事，小孩子一生下来就会呼吸嘛啊。可是这个呼吸法跟我们平常的呼吸有什么不同呢？我们要怎么样的来修炼呢？呼吸法就是平常呼吸，不需要怎么修炼法，只是说你在体验呼吸，你晓得呼吸，在享受呼吸，这个就在修炼，并没有一定啊学习的怎么样子啊、怎么呼吸法、啊、往往有一些人呢、啊、是这个，所以我们要修呼吸法，是结果不会呼吸了、啊、本来还会呼吸，因为要修了，结果呢控制呼吸，一控制呼吸、啊、呼吸就很困难了。是我们的呼吸就是平常的，平常的呼吸呢随着我们这个身体的运作，这个呼吸是啊，自然而然的，快和慢。如果我们动作激烈一点，呼吸自然会增加加速。如果我们身体非常平稳，没有劳动我们的体力，那我们的呼吸自然而然的缓慢。所以这个不需要控制它，而是呢自然的，就是你只知道呼吸就好。呼吸进呼吸出，呼吸进呼吸出，这个不要离开你的对呼吸的感觉，这个就叫做修行。可是师父我觉得好难哎，因为哈、哦、平常我们要不是你完全不察觉呼吸的存在，要不就是你去察觉的时候你好就想要说啊、哦、让它慢慢进慢慢出。然后譬如说像以前他们说呼吸要慢比较好，还有什么所谓的腹式呼吸法，说瑜伽，对，说要把气一直吸到那个肚子里面，你要感觉当你这样吸的时候好像就是慢了嘛。这个呢是道家的修行法，以及呢印度教瑜伽的修行法，他们的确是啊重视呼吸长呼吸短呼吸深呼吸浅，呼吸快呼吸慢，那是控制呼吸啊。这个方式是在老师的指导之下大概可以的啊，可以练。可是呢在我们指导的呼吸法呢不需要那样子麻烦，你只要平常呼吸就好。所谓平常呼吸，往往你自己一注意到呼吸，你的呼吸就不平常。对呀、啊，就是啊。那就是说，你享受呼吸，请你不要注意呼吸长短。你知道呼吸出、呼吸入的感觉，请你不要觉得，哎，我的呼吸长啊，还是呼吸短？我的呼吸深啊，还是呼吸浅？请不要注意它，而只晓得呼吸的感觉蛮舒服，呼吸的感觉正好、真美、真妙，就好，不要。你讲到这个呼吸大概叫得长一点吧，叫得深一点吧，叫得慢一点吧，那你就控制了。一控制呼吸的话、嗯、你的呼吸就会急促，是你叫它慢，慢了你很痛苦闭气了，你叫它快，快得很急促，那你也上气不接下气，会这个都是有问题，都是不健康的。健康的呼吸法是平常的呼吸，那个平常呼吸就是请你不要在乎它的长短深浅粗细，不注意的，你只注意这个感觉，就是很专注的感觉呼吸进来、哎、气进来出去，哎，就是感觉到呼吸进呼吸出，它要进它要出，你不控制它，它自己进自己出，它这个自然而然这个生理的会有这样子一种运作啊，它自然的，我们在需要呼吸的时候。吸气，它就直接吸气。是，所以是呢，我们从婴儿开始，从妈妈肚子生起来开始就会呼吸，不需要控制它。可是那这样察觉跟不察觉，它的差别在哪里？
不察觉你的心在乱，你的心受到这个外境的影响，或者你头脑里边的一种思想的这个影响啊，你的心会产生一种恐惧啊、忧虑啊、嫉妒啊、骄傲啊，这个种种的这个情绪的，我们叫做烦恼心，这个头脑里面在转。如果我们察觉呼吸，享受呼吸，这些烦恼全部不存在，这就觉得呀，呼吸很好，呼吸好美。那这个是为什么叫做享受？一个是呼吸的本身就是一种啊体会的享受，第二种就头脑就轻松了，头脑里没有负担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头脑不再胡思乱想，不再紧张，不再啊痛苦，不再啊忧愁。师父，你讲得很对耶。虽然我还在很初步的阶段，可是我自己本来我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，我开始做早课打坐了一段时间啊，我发现我最大差别就是我好像很少有烦恼了，比较情绪非常的平静，每天都很快乐。所以我在想，我一直在想，哎，这个改变是什么造成的？那我想说可能是打坐，可是我又不觉得我在打坐里面做了什么，所以我就觉得，哎，为什么会有这么样奇妙的改变？对啊，这就是打坐的功能呢。因为你打坐的时候，你已经把你的心情心境调整了，已经是平静的，所以你这个一天你会感觉到平静。你早上起来就已经呢做了平静的准备，已经好像这个衣服啊要出门以前把它烫了，这个你出了门以后呢衣服是平的，然后一到回家以后啊，可能因为你坐公车啊或者是什么，你这个衣服上有一点皱痕，回去再烫一烫。所以晚上最好再做个晚课。对，再做个晚课，对，衣服再烫一烫又平了。所以这个心情也是这样，心你在打坐的时候就好像是把衣服烫了一下，烫平了，它叫它服服帖帖，叫它舒舒服服，平平顺顺，那出门工作的时候心情实际上是平稳的。遇到冲击，这个大的冲击你还会有起伏，是，那小冲击大概没有问题。是，那师父在你这个注意呼吸的时候，你要不要数息呢？要，那我们下一次再谈。好的，谢谢师父开示。那么也非常欢迎您在下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